来的特质，您讲的太好了，真的，我就觉得今天的我自己都想重新入会再买一遍。这个真的杰姿的产品啊，刚才韩总包括亲爱的蓉蓉讲的特别的好。其实从产品来讲，就是买回来试一试。我有的时候都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好的产品还有人会错过，还有人会说我等等，还有人会说我把我家里的瓶瓶罐罐全用完。我想我们就这一副身体，就这一张脸，现在可能在座的其实好多人都是四五十岁了，对吧？我们还等什么呀？等到自己满脸皱纹，等到自己躺进医院，然后再去试吗？我们的科学家用20年自己毕生的精力，然后把这么好的产品放到杰姿这样的互联网平台，就是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能用的。否则的话，这样的产品，你如果没有亿万身家，你不去瑞士的抗衰老诊所，你根本接触不到。哪里呀、啊？我想反正我是接触不到，不管人家怎么介绍，我说我是大学老师，我是外交官太太，我自己是企业家，但是我做不到接触这么高端的产品的这样的级别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，所有能够用上杰姿产品的人真的好有福气，好感恩，这都是专业人士，见过多少的死亡的人，这个是18年的医院的这样的这个经验。像我自己，我是44岁生了一对双胞胎，我生完双胞胎很有感啊，有感的母亲。生完双胞胎以后，我的身体就，我本来也不是个胖子，就变成干瘪了，就90斤了，然后就所有的能量都给了我的孩子，我的两个孩子非常的健康。但是我先生很心疼我，给我买这个买那个，吃了以后就像你说的不接受啊，还是瘦瘦的，还是就是很累。然后我自己就一天6杯咖啡呀、啊，让自己眼睛睁着，否则睡着了宝贝丢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因为我在加拿大，所以当我的小孩差不多要快3岁的时候，我接触到杰姿的产品，我是没有任何怀疑，我马上就拥抱，好像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。真的吗？抗衰老让我年轻，然后可以让我父母身体更好，因为我父母一直陪伴我，70多岁了那个时候，我爸爸什么都高，3高，所有的高。我妈妈膝盖就是退化性变质，我家3层楼，她要一层一层爬上去，所以看到老人那么的衰老，自己的小孩那么小，自己又不年轻了，那种感觉真的亿万的钱都不能换来。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全家全部用杰姿，我先生从来不用保健品，但是可能由于我每天在他耳边锻炼美锻炼美修复细胞修复细胞，所以他也全套用了。所以我家3到6个月所有的人都有变化。那个时候我开始认真了，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就我家人用吗？这么好到美国去研究研究，怎么个平台，为什么说这个不仅让我们健康还可以让我们致富。那你知道我原来是大学专门教商业模式的老师，当然我在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交互式网购，但是我还是听得懂。所以当我自己飞过去，放下自己原来的很多的想法，因为我也是做传统企业的，那么我自己去听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个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直销，更不是传销，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什么小来小去的生意，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商机。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和苹果手机齐名的这样的一家公司，可是苹果手机会因为我们不断的用苹果手机而跟我们合作吗？不会，顶多像我先生一样买苹果手机的股票而已啊，赚赔不知道啊。可是杰姿真的和我们合作，而且合作的比例是我们的老板、老板娘、两个大科学家，这么多的团队拿35%，我们这些人就去分享了、吃了，就是65%的波比率啊。对，所以我是搞企业的，我觉得这是太大太大的，就是这种恩典，真的是恩典。所以我自己今天来向韩总、向这个蓉蓉总裁、向你们这么好的团队学习，然后谢谢白冰邀请我。我就是因为老朋友就不用说了，我们加油，接着分享，新朋友千万别错过，没有任何的损失啊，就是去试试。当你给自己3到6个月的时候，你的细胞会说话，你的细胞会说话。谢谢大家。